不行。但如果你在前面，我一定会把你推下去。嗯，不知道是谁会被推哦。你觉得你的力气有五大？你知道我跟你不需要比力气啊，我们来比脑袋。比脑袋你也肯定输啦，你脑袋空空。你确定吗？我确定啊，我脑袋满满的都是智慧。啊，我以为你脑袋只有巧克力。你就是智慧跟巧克力都存在啊，你不知道巧克力就是智慧的果实。那是苹果吗？没有。从这里就知道你没什么知识。对，你从这边就知道你只会看世俗人所写的书。啊，我是看神话，不是看世俗人写的书。真正的神话是我所说的，大家都误解了。是哦。嗯。可可树才是这世界上唯一的真理。台湾有可可树吗？台湾好像没有，我记得那是要在热带雨林比较多。那你是否该种一下？种一下也种不起来。Masmasana，没有我想要的。聊天是五彩缤纷的。可是你会觉得字跟打出来的字一样，会很乱吗？我觉得打出来的比较有颜色，会比较好看。对啊，因为都不知道你那个是。啊、那我们可以用这种无声的制裁，就是它打出来有颜色，我们就不理它。哼。好幼稚什么？啊，不然你要怎么样？我们可以跟大家聊一下。参雄界，就是沟通一下是吗？你知道参雄吗？参雄，参雄，参雄，不是唐运杰，唐雄杰，哦，吼吼吼，台语超烂，来，米娜桑来，参雄杰，吼。逃给我被我背我背乌林，逃给我被我背我背乌林。好了，算了，你算了。举你念一次，你知道刚刚那句话“逃给我被某辈某辈无力”，狗背，他超稳。哎嘿，害我被撞了啦！みんな気をつけてね。行こうか。有点弱啊。行くよ。行くよ。武器。崩れた。对，疾风斩，对，是呼应斩。地裂斩，呀，三，上啊！还好我们很厉害的。你不是被撞吗？对啊。那你是否感到惊恐中啊？有惊恐啊，所以我现在才是玩得特别认真啊。一个哟，疾风颗粒，哇，那个不得了，我们很厉害的。去哪里？我懂过来了。你不觉得他很像那种深海里面的那种头上有灯笼的那种安康吗？安康里叫安康里吗？对，安康里。所以那个也是安康鱼，无伤。没有，他们是嘴巴长得像鳄鱼的人，起死回生，破血之力。哇、哦，回复到100%，这个更猛啊！天使，悪くない出来だ。哦哟。这是光源雅吗？这个字怎么念啊？三点水的一个光，而吸以光之漩涡吸引敌人，一口气将其砍倒。真要做光源雅，没问题。对啊，影片下方我们这边有可以挑画质，肉是最低的，瘦石是最高的，最猛最强的，就跟我一样。可是我的肉下面还有一个，还有什么？楼下面有什么？你确定要让我念英文吗？
你可以拼出单词。M O B I L E。哦，那个是。Mobile 是标准。标准它在 L 下面。对，可是标准就是它会自动，好像是自动侦测还是怎样，我也不大清楚。但它通常都会比 low 还要好。灯笼鱼，你们说是灯笼鱼？安康鱼手，就是灯笼。就一样，安康鱼听起来才像是学名吧？灯笼鱼听起来就觉得很 low。灯笼鱼就比较可爱，但是就听起来就很 low 啊。可是巧克力比较适合灯笼鱼啊。灯笼鱼，提灯笼，用鼻子在提灯笼。你让我想到你那一张充满灯笼的画，充满灯笼的画，是有一个人画，全部都是灯笼，像平息的那种感觉。那张超棒的，那张闪亮亮的，真的会让人陶醉在其中啊！你醉了吗？对，有点醉了。他居然用画来让我醉，所以你心动了？心动了，心动了，心动到不行啊！小飞的啊，小飞的脚撕掉了，撕掉了！轻功水上漂，轻功水上漂，冲啊！嘿，好，我们来把这安康鱼打一下。安康鱼长得很恶心，还好啦。任せて。せいや。疾风帅，僕の番だね。行くぞ。我们来试看这招。哦，威力是 A4哎，这是最猛的，看起来很猛。哟，劳拉。劳拉要成为世界之王了，这也太强了！以后都给他玩好了。干杯！对哦，这里是艾伦最讨厌的地方哎。艾伦，你会不会很讨厌这里？因为这里都是水啊，会把你像泥巴洗掉。可是我觉得其实大家也有点想太多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大家有点想太多，觉得这里的水会把你的泥巴给洗掉，你就会很讨厌。你想要讲什么？因为艾伦身上的泥巴的厚度、脏度是可以足以把这里全部都变成泥巴。哦，你好厉害哦！对，所以他就会变得玩得更开心，更兴奋。哇！兴奋都不行，在上面打滚。哇哦！只是你还是等我走过之后你再来会比较好。我没有说我要去啊，不然的话我会动不了，因为都是泥泞地，那样子不好，会很难移动，不行。耶耶耶耶耶！さてと。任せてくれ。私の番だ。私の番だ。僕の番だね。人物变来变去可以干嘛？因为他会来追我，然后这我觉得算是一个小 bug， 就是借由切换人物，他就会迷失。就比方他原本追我追到一半，然后一换人他就不会再追了。作弊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这是在游戏的规范里面上。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个？等我们打完 BOSS 回来的时候，这里应该又会开启神秘的道路。哼，怎么这么聪明，这么多天才？这就是我 ，High Chocolate。刚有讲什么吗？
哦，你不要知道，因为等一下就是被念到，因为我觉得十有八九就是如我所说的。你怎样？说出了一切啊！哎，大回复数，好像什么？感觉大回复数就会，哎，不会加 HP， 冷。那他在干嘛？就是可以施展补血补很多的魔法。有点烂呗。地下水道山，这也去太远了吧？这里好大、哦，这里是蛮适合我的、啊，就很大。それにしてもとんでもなく広いよね。哇，好远。啊，父さんめ、厄介ごと押し付けたな。まああと少しだろ。さてと。さてと。行くぞ。行くぞ。僕の番だね。うまい。私の番だな。任せて。うん。好啊，既然会被我击晕了，我就来撞撞他的屁屁。チャンスだね。みんなで行こう。みなにくん、あ、任せて。チャンス。君、今天有吃晚餐吗？有啊，我刚刚说我去吃完呢。可惜吃货。我刚刚有说，啊，各种没有再关心，我伤心难过，觉得冷。哎呀，因为你是个吃货啊，我这个对吃货的关心总是觉得有点不知道怎么关心啊。你要常常问你是否吃啊。哎呀，只是要带点甜点给你。你要带给甜点给我啊，我这样真的会很开心啊。啊，是你要给我啊？哪里？你怎么好意思跟我要呢？怎么会不好意思？我穷那么穷。都没有甜点吃，旁边的那些甜点小屋都是骗人的啊。嗯，骗人的，你好意思骗人？我不好意思骗人，可是有时候善意的谎言还是应该要存在。你说点心吗？嘿嘿嘿，点心是谎话吗？嘿，点心是谎话。你为什么要欺骗我？気をつけた方がいいかも。哎呀，走路好笑！你怎么可以嘲笑人家走路的方式？人家也是人生父母养的，你这样他很伤心。那我还真想看他们父母长什么样子，怎么会把他们生成这样？令人难过了，我倒想替他们哭了。我也很想替他们哭啊。什么样的父母把人生成这样？你刚还嘲笑人家在那边假关心，你好意思？哎呀，我当然好意思啊！他们长成这样子，我一定要好好的关心关心他们。刚刚到底是谁一直说小贝很可爱，现在又批评他的伙伴？你这个到底是……我没有批评他伙伴，我是批评对面那两只怪物、欸。是哦。你不觉得那两只怪物的、啊，这不都是怎么分的、啊？怕水，这水我就只能打一次。我就是吐出像艾伦一样的东西。你觉得刚刚那一招有点像寇格摩的那个？就很艾伦。寇格摩新改的那个效果，你有看过吗？还没。很像，就像刚刚那样。了解，就很艾伦。OK。哇塞！你快点，你在。嘿嘿，哇塞哇塞。私の番だね。好吧，就相信你这一次吧。呀、啊，对我就是要充满着信赖啊。什么？你说信赖要？嗯。ありがとう。好、哦。信赖伙伴啊？难道你对伙伴都不信赖？哦，他又吐了艾伦。哎。你这样艾伦会很伤心。嗯，在，我也觉得很伤心啊。为什么你要这样？我伤心就是因为会在这里遇到艾伦啊。那你要很开心，艾伦很可爱啊。
我总看都不觉得这两个家伙可爱。